中国近期动作频频，除了不满美国对台军售暂停双方军控谈判之外，中共解放军有两艘072A 型坦克登陆舰，更首度出现在华东外海反复巡航超过一个月，疑似在进行战争边缘测试。不过有专家认为，这个部队规模不大，只能说是作战模拟。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，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。不满美国对台军售，中国决定暂停和美方军控谈判，更疑似对台进行战争边缘测试。中共的海上灰色地带的操作是我们国安关注的一个重点。加根号，那它在活动过程当中并没有释放一些水下设施，主要可能是做一些水文资料的收集。根据媒体报道，知情人士透露，中国南海舰队072A 型大型坦克登陆舰云雾山5月8号从总部出港，6月就在华东外海约30里巡航。6月中下旬，另一艘072A 型大型坦克登陆舰万阳山号也抵达台东外海约30里。7月初时，中国科考船加根号也现身我国东部外海，疑似在进行水文调查。虽然都没有释放无人机和小艇侦搜，但台东芝麻海滩、花莲海滩都是可以大规模登陆的红色沙滩，引起军方密切关注。这个边缘性的测试，那把压力不断的在提高，来测试我国的国军的反应。不过有专家认为，中国派出的部队规模还不大，比起一下令即可发动战争的战争边缘测试，更贴近兵推验证的作战模拟，比较像是一个登陆的模拟作业。直升机还有就是两栖登陆的一个纸上的一个兵推。加根号则是扮演水文调查相关的红色沙滩是否合宜登陆。而072A 型大型坦克登陆舰可以搭载250名士兵、10辆战车等军事设备，可以进行多种任务。至于中国动作频频，17号被侦测到20架共机、6艘共舰在台海周边活动，我国军方也将持续紧盯。记者黄晴，新闻台报道。